吧，你来吧。与山东朋友的欢聚，八人抽签分为两组进行过位传声，村民传给一个，然后我们要中间隔一个再往后传，两组需跨过对方成员传话，努力不被干扰，传递正确效率高的获胜。副队接受当地特色的果蔬惩罚，我有点想接受惩罚呢。请大家开始抽签进行分组，并确认你们的降位顺序。接下来就有请山东朋友。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咱土生土长的顺国人。土生土长的顺国人。他说我现在我就听不清。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叫雪敏。雪敏。我叫雪敏。什么？姓平啊。小敏。师傅是口音太重了是吧？太重了，现在就听不清了。现在就听不清了。我换一个吧。各位朋友你们好。各位朋友你们好。哎呦哎，这标准。我叫傅令荣。您去前面可以吧？您俩换，您俩换一位置。换一下，换点一头一尾。欢迎大家来到蔬菜之乡寿光做客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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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我们寿光的播音主持人吧？门面门面。寿光电视台啊。好，后面的我们的成员们戴上耳机。Everybody dance now. B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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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m.有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只是干扰。对你干扰，你能听见？没有，中间空拍了。好，请出题。俺看见一头猪在叔叔地里公叔叔。在，俺看见一头猪在叔叔地里种公叔。公叔叔，种公叔，公叔叔，公叔叔，这啥意思啊？不管意思，你把它唱起来。你背下来就行了。行了，背完了。那说我的。俺去看看书，兜很穿，卡住了后边路。俺去看看书，兜很穿，兜很穿。卡住了后边路，卡住了后边路，嗯。你看去，我这个字怎么这么难呢？怎么啦啦啦啦？走开！我看看书什么？超时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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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时间了！不是，还影响我，还影响我。传给脸脸现在。好了啊，来吧，来。我看见一头猪。我去看看书。我看见一头猪，去看看书。叔叔看看书。我看见一头猪。看见一个大老鼠。看见一头猪。他像一直在埋汰我，看到一头猪啊，我看到一头猪啊，我看到一头猪。我看见一头。可以到我了吗？我还是看看书，这没错，不行。还说你说说，不知道，卡住了，后背路，我这卡后背路，卡住了后背路，然后白路，白路，我和你老叔，老叔和你老白路。看看哥的 ，Come on， 来，仔细听我的啊！一头猪，一头猪在好兄弟里面高兴死。来了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一头猪啊，一头猪在地里面看叔叔，在地里面看叔叔。一头猪在地里面看叔叔，看叔叔，在看叔叔，看叔叔。在地里面看叔叔，看叔叔啊，看叔叔。
我可以摘了吗？一样了吗？不，走了，一样了，快走了，走了。看书看书，图书馆看书，图书馆看书，图书馆看书。你俩还是看书？看书都很壮。一头猪在看书，九儿都很壮。一头猪很壮。一头猪和一个书看书，卡住了背轱辘。卖轱辘。卡住了背轱辘。卡住了背轱辘。打车修轱辘。一头猪，对，卡住了卖轱辘。一头猪，卡住了卖轱辘。五谷地里，一头猪，在红薯地里看叔叔。看叔叔，叔叔是啥？我也不知道。看叔叔，叔叔爱上了叔叔。再来一遍。这绝对不可能，传错了。一头猪看叔叔，这从理论上都说不通啊，这不成立呀，这都。你说吧，你随便，我都不干扰了。到这份上了，把自己的忘了是吧？光想着影响别人，把自己的忘了，就不能把岁数大放最后。这个都自己都忘了，完了。陈哥好像是看着一头猪。我在看书，什么？我在看书。你在看书？我在看书，看见了一头猪，看见了一头猪。我在看书，背上有一头猪，背上有头猪。非常猪，我在看书，背上有个猪，背上有个猪。好，时间到，接下来我们有请大哥先跟我们最后一位老师来传递一下。又一天，话说又一天，我在看书，突然发现外边有一头猪，这头猪。正在看书，那不是我吗？看书的，我猪看书，不是这头猪正在看叔叔，看叔叔，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。我认为好像是这样，一个同志在看书，高粱地里来了个猪。啥？高粱地里来了个猪。高粱地里来了个猪。哦，猪在吃高粱。猪在吃高粱。哦，给翻译了一下。我说您听懂了啊。好，那我们首先请裁判展示一下蓝队的题目。妈呀，我太好奇了，我跟你说。俺看见一头猪，在叔叔地里问叔叔。我说的真的很标准。那看见一头猪，在叔叔地里拱叔叔。哎，我看见一头猪，我说的很准啊。咱们队不是这个。好，那有请雨琦。我有一个叔，在高粱地里看叔，叔里有个猪。反正就离不开猪了，是吧？反正肯定是一个猪一个叔嘛，对。你的一个叔叔。对，在高粱地里看书。看书，这时候来了一头一只猪。这都能分析出这么多？准。有请裁判展示一下。我去看书，路很滑。我去看书。发生了什么？只对了一个字。我们这个太难了。我去看那书，道很长。卡住了后背肉，豆很创，卡住了后背肉，路很滑叫豆很创，豆很创，摔到了后脑勺叫后背肉，后背肉。那我们这个他们好像略胜一筹，我感觉，和几筹。老师，原来你的排汗系统在这儿啊！不要为难老师。没有，两个呼声呼声，哎，对，好。那掌声鼓励蓝队，然后我们红队要接受一个。当地农作物的惩罚，啥呢？这是惩罚？
大葱，葱来了，葱来了，真是啊，山东大葱，哇，好吃好吃，这真是好吃。他们也真假，吃了一顿的锅底，晚上在那好吃。你再说我就站你边上，对不对？你站，我又不是酱，你站我干啥啊？